我知道有很多同学对于编程都有种望而却步的感觉，觉得只有程序员才能理解这种看上去毫无美感而枯燥的东西。但近几年的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，让大家越来越感受到了机器的威力。很多同学是不是也在犹豫要学习一门编程语言呢？其实编程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东西，它就如同你的智能手机一样，只要跨出第一步去接触去了解，你会发现编程也有这种独特的乐趣。你也可以使用程序的力量来让计算机帮助你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本次给大家带来的 Python 课程与常见的 Python 课程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我们不光讲解 Python 这门语言本身，而是基于实际开发项目，我们从基础出发，带领大家逐步学习，最终打造一个自己的搜索网站。也许这就是下一个百度的开始吧。